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多给孩子做这个裙带菜牛肉汤，既能长身体又能补钙。裙带菜冷水泡发，它的含钙量是牛奶的10倍。锅中放少许香油，放蒜末炒香，加牛肉翻炒至变色，加入裙带菜翻炒5、6、7、8下，加入开水锁住牛肉的营养，煮10分钟，加盐生抽调味，鲜美又营养，孩子超喜欢。